而就係今日誒嘅案咧，就係喺舊年就十月度喺政府總部，我哋以撐呢個 TVC 一年喺政府總部開咪廣播咗九日，帶嚟咧受咗出票。2012年之前嘅個案咧，已經喺上個月嘅18號係審結咗。佢哋上次嘅案咧就有44條嘅罪名，但係得9條有罪嘅。咁我哋部分係攞翻仲費嘅。如果本人喺上個月判案嗰時，我已經聲稱佢唔會交任何罰款，已經今日係過咗5日㗎啦。咁就唔知今日法官會唔會就住補交罰款，可能即時收監都未定嘅。但係我哋會繼續抗爭，開放大氣電波，開放大氣電波，捍衞言論自由，捍衞言論自由，開放大氣電波，開放大氣電波，捍衞言論自由，捍衞言論自由，靈明而死，靈明而死，不默而生，不默而生。商台每次續牌，佢嘅搞作就係將啲名嘴封殺或者調走。HKTV 唔能夠發牌，亦都係大氣電波係被箝制嘅。喺呢度，我哋其實話緊俾所有喺風煙節目依家用緊大氣電波嗰啲受傷嘅人士。你今日唔捍衞開放大氣電波，他朝你就好似大班鬱憤係被封殺嘅。所以民間電台係會繼續抗爭到底。